在纺织工业中，液体纤维素酶已广泛用于生物整理和牛仔布洗涤，但是运输产品时的高温和恶劣的存储环境会严重影响产品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尤其是液体酶。您可能会经常收到客户对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客户与您之间的信任将被破坏，这同样会损害公司的声誉。通过将液体酶变成粉末形式将可轻松解决问题。如今，粉末酶已成为该行业的领先趋势。粉末酶具有更高的耐热性，并且可以承受更高的储存温度，而不会影响产品质量。粉末酶可以运输到世界任何地方，也不会面对稳定性问题。在环纺，我们致力于开发粉末纤维素酶，不会结块而且粉尘少，其粉末酶可以很容易地溶解在水中，形成了澄清的溶液，而且可以保持稳定一段时间。我们提供粉末纤维素酶用于生物整理和牛仔布洗涤，所有产品均完全溶于水。此外，我们还有急用的粉末纤维素酶用于生物整理和高对比度牛仔布洗涤，您可以不必稀释即可直接将产品应用到机器中。我们一直在不断开发新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并保持领先于市场趋势。我们不期望成功，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在纺织业的道路上，与环纺一起将会让您走得更远。